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hef Dong， 今天教你煮一道咖喱烤鸡扒，所有的食材为你准备好，赶快把我们的 EcoPad 带回家。这个鸡扒我们解冻了之后，我们把它放进去一个碗，这个辣椒粉、咖喱粉、我们的盐、生抽、先腌制，放入油，接着把我们的葱把它切片放进去，同时腌制，腌制十分钟就可以放进空气炸锅。好，腌制好的这个鸡扒我们放进我们的空气炸锅，如果没有空气炸锅可以放烤箱。接着我们放进空气炸锅，180度给它十分钟，好了之后反面再180度十分钟就可以了。我们的鸡扒已经烤好了，接着我们把它拿出来盛盘，搭配这些洋葱。好的，我的咖喱烤鸡扒已经完成了，所以如果你要的话，也可以把我们的 EcoPad 带回家，自己轻松做料理。